大家好，我是老朱。说小汤锅是我粉丝要的，我今儿抽空都给他做去。闲话少说，现在都开始做。内幕里头晒细沙，晒到这步程度，用手叫它摁一下，找空隙填沙子，圆圈棒去，用鼻子叫做面刮平，转圈用沙子叫它围起来，用抿刀小圆圈刮平，喝香，撒粒沙，模子外边也要晒细沙。用手脚裹这玩意儿围起，用沙子咱叫胶口下上，上面铺了平，上脚叫它拧一下，打气孔，气箱。喝香，现在都浇筑，这就是给粉丝倒的小汤锅，做好了，这一包装都给他发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咱就到这儿，下期见，拜拜。